吃饭喽。今天吃个红烧炖土豆，红烧肉炖土豆，酸菜炒肉，鸡蛋汤。吃这个，这个。我也扔了几个那个，这个太好了。这个。你吃。吃。老妈说刚非得说给你端一碗。哎呀，这是肉嘛，我那个妈。哎，有啊，你吃。这个酸菜好酸。好吃，你得噎挺啊，是的吧？它应该那个肥肉均匀，肥瘦均匀，寡瘦肉。我感觉挑，还这块大。你给我打点肉饭吃去，那个饭自己打点，自己吃。你不吃？我要吃，你打呀。这饭少，饭少，我没有人拿。你再弹一个，我告诉你，我等下就在后台拆，后面拆台。好，可以的，压着干什么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哎呀，自己的。不要挑拨离间，不要跟你。这个酸菜好酸啊！你吃就行了，你说那么多话干啥？我张嘴就是说话。做的红烧肉有一批。笑啥？我咋就大块大块的炒饭？笑啥？实话实说，以后就大块大炒，跟我奶炒的一样肉，知道吧？没地方放了，怎么回事？这瘦了，你吃。哪吃？你瘦了，回到你吃得了，你别说话了，吃就吃吧，天天这不吃那不吃。这小杯，好香的辣椒。你要吃鸡蛋吗？对。你吃吧，不吃了。你不吃。什么鸡蛋？那你还得带土豆，好像给他弄个不辣就行了。弄什么不烂呢？不烂的是什么？我不会弄。山西的不烂。听不懂请答。宋颖不要说话，闭嘴。你说的当然。
啊，肥的。你要吃饭没？别给我吃了。等我拌个饭。哇，对他的比对孩子都好。对你不好。是吧？因为你还没有小狗听话。汤。